各位大家好，新年快乐啦！今天来组装一个怪怪的魔神，它就是机动哈罗。那就打开盒子，随便看看。看起来零件的数量并没有很多啦，就赶快来组装吧。完成，这个就是哈罗跟他的机动载具，那看起来非常的趣味啦。看一下这个哈罗，就是圆滚滚的，非常有趣，就好像棒球一样，四肢都有球关可以转动。当然把他的四肢拔掉呢，它就可以变回守卫球的状态。多余的零件也不用担心，可以塞到底座的下面。那这个底座还有一个支撑的杆子，跟这个补缺洞的遮盖件。那这个哈罗就像球一样滚来滚去的，非常有趣。然后就可以指挥体组合。完成机动哈罗。造型呢是真的非常的有趣啦。转一圈。头可以左右旋转，非常的有趣。手臂上台。然后360度可以，会投资旋转，手肘弯曲超过90度，拳头可以旋转，脚往前往后，水平旋转，然后膝盖弯曲超过90度，脚掌是球关，所以有接地，那底下有偷胶。本来想说要给机娘装在里面的，不过好像太勉强了，所以只能稍微跪坐而已。很有趣的一个模型，我玩得很开心。如果它的比例再做大一点就好了。那今天这个机动哈罗呢，就分享到这边咯。谢谢各位收看，谢谢。